大家好，今天要来出售一只新世界的金变修罗。好，那为什么叫新世界呢？因为这是第二个伺服器。那这个是不是第二伺服器？是新的新开放的区域，新的伺服器。厄雷恩、哈丁、阿塔瑞斯、法利昂。好，里面只有四个世界啊，是不能移民到宙斯跟伊瓦的。但是正因如此，这样的数值防御高达357的金变修罗，在里面已经没有什么对手了，可以说是打遍天下无敌手啊！而且等级应该是全伺服器第一个达到80的哦，在新服，所以它是等级最高的账号。那身上的装备有三套，一套是海贼套哦，那一套是这个地面的，然后一套是火面的。那如果装地面具防御来到不吃其他东西的数值来到357啊，挂这个五楼是不要挂太暴走去的地方是没什么问题啊。那来看一下他装攻击装的状态，攻击力是245，命中是418上下，劲爆有19%，然后他的减伤有高达64，无视伤害减免有78。哦，那大家可以看一下他的装备给的是什么，身上有什么装备？加9的服从太刀刻印，加7的血灵太刀，哦，那你去做自由切换哦。加8的伤城饰品，加5死骑盔甲、亡灵盔甲，然后加7海贼套，加5海贼帽。哇，这个卡尔突然进甲，这都飞科，服从匕首刻印，指挥官手套飞科，然后死骑长血飞科，大家可以估算一下这价值。然后三颗徽章都帮你洗掉，加9了哦，无视伤害近2，近距离伤害加2，这都很好的数值，都帮你洗好了。32。然后这个是33啊，都洗得很不错。然后紫装还有恐惧耳环、腰带、哦、戒指也都帮你洗到双加3的力量扶持加2。大家来看一下他的护身符，亚丁世界17阶，傲慢之塔12层、34层都是20阶哦。地狱不死是15阶，象牙塔是16阶。看一下他的卡池哦，目前有奥1到奥5的传符，金变修罗卡池，然后紫变只差3张，差恶魔伊利亚跟堕落。然后看一下他的娃娃哦，目前是没有金娃，那紫娃部分有，紫娃部分是缺杰尼斯女王哈丁、白夜跟血色闪电哈丁，卡池算是相当的满。那大家可以来看一下他的收藏品哦，真的收藏非常顶，有 70.68%， 是我卖过的账号里面收藏品最高的一支哦， 70.68% 的收藏。那我来看看哦，目前竟然是没穿地面具。再看一下魔眼吧，这只的魔眼洗得很好，12颗哦，巴拉卡斯的审判。来，这是胎动、发现、扩散、激化哦，魔眼算是洗得相当不错，弄得很好啦。剩下第五层开完之后就会更强。然后再看一下这个血魔徽章是全满的，我就不开了、哦。血魔徽章是全满的，然后这只账号开价是160万台币，身上还附一张纸布哦，通用纸布。然后还有风精灵网跟地水精灵网的碎片啊，地水精灵网跟地精灵网的碎片，更正一下，还有一本红书尖刺盔甲刻印。那这次的技能呢？哦，是修罗目前差一招混沌领域。那未来如果你转骑士的话，紫技是全满的哦，他的技能是全满的。再说一次啊，这支账号在这个新的世界里面算是打遍天下无敌手啦，算是真的很强哦，打得赢这支账号的基本上没有几只、哦。那身上也是有一到五楼的传符啊，所以说。大部分该用的东西、都已经弄到很顶了，开价是160万台、哦、之后你如果新的买家在新的世界想要称霸，还是想要帮盟友出口气，也有机会去挑战这个至尊符、哦、算是一张非常强力的账号了。而且傲慢之塔一到五楼基本上是大部分绝大多数的地图都可以单挂，应该没有不能单挂的地图了啦，以这个状态来说、欸、对。好，那今天的账号就介绍到这里。那如果有兴趣的玩家呢，请私讯我的 Facebook。好，应该都讲到了，有没讲到的再问我吧。好，拜拜。